国音乐剧《乱世佳人》的女主角，由饰演高傲千金小姐斯嘉丽的音乐剧歌手巴道，以她最性感的声音来热唱《不是那种女人》。这一次得到所有男人爱的斯嘉丽角色，以和电影不同的音乐剧方式来消化。饰演白瑞德的新增，现今社会大男人一样的白瑞德角色，演绎成跟电影不一样的感觉，来再现白瑞德。多才多能的白瑞德演唱的《一方人》，得到韩国女星，使舞台更加狂热。在首尔夏洛特剧院演出中的法国音乐剧《乱世佳人》中的另一位女星，饰演渴望自由的奴隶角色的巴克松谷，以出演音乐剧《乱世佳人》时而成为了闪耀明星行列。第二次在夏洛特剧院演出时，更加具有男人味，带有热血心脏的演唱，代表南北战争中的被害者们的歌曲《人间》这首歌，给韩国观众朋友们带来更多的乐趣。在韩国夏洛特剧院已经是第二次演出中的音乐剧《乱世佳人》，由玛格丽特·米切尔的原著小说而改编的电影，已在全世界12亿人口所观看。